哎，师傅，你从哪里来？东楚大唐来。你要去哪里？斯里兰卡。我现在人怎么这么少？税店，卖酒卖电器的免税店，波德小伙伴他在哪里呀？好的，我穿的羽绒服的，我的小车车来了。Hello， 谢谢。这 so heavy。又是晚上，我的两个朋友们。他们真的是男生，特别喜欢跟男生玩。只有我一个人，还有两个人来。宵夜，来。本来是想要减肥，但是饿了。Me too。把我送回去了以后，他还要去跟他的朋友聚会。聚会干什么？他说他们就是聊天，而且是只是男士参加的，没有女人参加。我说你们这聊是啥呀？他说就是一种放松的聊天。我说我真是丰富。